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带来了爆裂飞车爆能射击系列白夜，它的属性是光，这个女生叫零一，它有两种玩法哦，快来玩一玩 Go。 我们赶快把玩具拆出来吧，有晶片、卡片、爆裂飞车一辆、射器一个，还有说明书、贴纸。我们来看看爆裂飞车的兽形态，像不像一只独角兽啊？头上有一只脚，还有翅膀，很酷很漂亮哦。把它变成车形态，很简单的，下压扣紧，啊，瞬间就变成了一辆车，酷不酷啊？这是卡片 SSR 卡，三个晶片。我们把车变成兽形态，瞄准晶片出击，哇，会空翻变形哦。现在把独角兽装在发射器上面，按下，拿下这里，把它收起来，按下这里发射车，按下这里发射晶片，然后把晶片装进去，看一下发射晶片，然后发射车，瞄准晶片发射，成功啦。第二种玩法是射击玩法，发射器里面装上晶片，瞄准车发射，哇哦，成功啦。其他两款大家认识吗？可以把他们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哦，拜拜。